哦，好的，第一阶段完成哦。我说奖励是什么？我看看，十丸子。然后是罗丁定石。哦，路线选择。到处走走大冒险的话是什么？捕捉宝可梦跟孵蛋为主的冒险哦。这要孵蛋，大家自己斟酌哦。然后另外一个实地考察大冒险是捕捉宝可梦跟完成田野调查哦。田野调查是不是相对简单一点啊？我看奖励应该是一样的啦，就只有任务内容不一样，可是它有其他不一样，我暂时没看到。哦，我觉得我解田野调查好了，实地考察大冒险，另外一个可能不录了吧，好像也没差多少。哦，确定了，我要等他一下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跳出来哦，有。第二阶段传送三个友情礼物，步行一公里，捕捉四种不同的宝可梦。啊，这个在那个巴哈的情报惊奇冒险周有人整理哦，暗黑月影有整理。他二楼、三楼也有 po 那个 Professor John 的那个任务的叫什么缩图吗？简介吗？可以去看一下。好吧，那差不多先这样。实地考察，欸，大冒险的，欸，不对啊，重来。哇，这好长哦，四面八方皆有惊奇冒险，现实调查的实地考察大冒险第二阶段。小泉石。我要念那么长吗？可不可以直接念后面？为什么取这么长的任务名称？那个到处走走，可能我要录吗？我想一下。我先把两公里蛋转出来，再看要不要录好了。然后，哎呀，他这个这是现实调查，所以应该很少对话。哇，完了。OK， 第三阶段传送七只宝可梦，行走两公里，完成三个田野调查课题。OK， 那就先这样。好的，第三阶段完成哦，那个实地考察大冒险的那边的。Thank you.
我包爆了。又满了哦！为什么都是地鼠啊？好没道理啊！嗯？哦，也没有都是啊。啊，一只地鼠，一只阿罗拉地鼠。哦，第四阶段，捕捉七种岩石属性的宝可梦，行走三公里，完成五个田野调查课题。哦，那就先这样。第四阶段完成了，抓一抓，冰雪龙。小泉石啊，还是他是把那个岩石系的通通丢进来。惊奇冒险周，果然是阿罗拉小泉石，好爆了。阿罗拉地鼠头上有长三个毛，好、OK， 那这样就完成啦。记得在那个实现之前把它解掉，然后有一个勾勾嘛。四面八方皆有惊奇冒险，我阿力又录了高勾，好像忘了看，也是在这边。那他好像还是没有放那个加码奖励吗？不知道哎、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